B 遊日手冊，只要在遊站見到這三個日文字，即是代表要自己 service 自己。在入有這部機度，揀現金或者現金會員，跟住按一按這個嘅日文掣，再按多次，跟住之後入普通遊是紅色這個，我哋入5000 yen， 5000 yen。跟住之後下一步要做嘅嘢就是入現金，入完錢望一望金額冇問題，按確定。跟住之後摸一摸呢個嘢，除靜電。跟住之後根據上面個顏色去睇翻自己應該要揀邊一個嘅入油槍。跟住之後篤入去，撳掣。跟住之後就望住啲油出嚟。好，入完自動停咗，鬆手掹翻支油槍出嚟，放翻落去。跟住之後佢就會自動同你計數噶啦。跟住要做嘅嘢就係攞呢一個嘅receipt 同埋找俾你嘅錢，系啦，攞翻张单，单咧即系钱嚟嘅，所以呢啲单一定要攞啊，就系咁简单。入油方法，千祈唔好唔记得要闩翻个油盖，咁就搞掂啦，可以出发，继续你嘅自驾游。